你也涮啥子肉涮啊？涮脏噻，涮啥子？啥子脏嘛？你养鸡呀、啊，给了好本钱，哎，你不涮一下，你到底跑散了好多，真没挣钱呀、啊？我发现你这个人还。是啊，想啷个你涮的诡异呀，陈大姐。啊，想去发票些得，这头我怕涮不诡异，买了好多，没有我是牛筋的，你开玩笑。怎么样嘛？啊？亏嘛赚？管得我的啊，这样子跑出来的少的肯定挣还是挣点儿噻。你以为啊，我可以学了好多经验我。你不要打这个钱的主意，我自己有安排的，嘿，反正。我又没说要钱。那你来搞噻。我看一下都看不了，我辛辛苦苦干活了挣的钱。你的业务我没干噻，我没挣喽。我没有啷个说哈。这个钱我晓得。给咋个花销？我用的那钱我还是。今年子这个情况，你都不买房子啊，就算了算了。你怕留在银行都省二啊？他可能就要不了，多多少少还有点了嘛。哎呀，不是，你要我要买房子，到时候娃儿慢慢大了读书，还不住，难道一辈子在这耍着是不是嘛？山清水秀东安阳，我就喜欢农村。你瞧你老子噻，还娶了姑娘二天，不可能弄一套房子。你说的真是，人家一个是租房子在成都，弄起娃儿去读书，这边哪起想法，哪起思想，读的又多，读不得又算了，就是弄子。我老点就是啷个干啥子，毕竟就是花骨。啊，读都读不得，你鼓捣弄你还去读，这是不是人呢？还受罪嘛？啊，读不了那是。那是没四年加的，没一个那种条件的，没条件嘛，我不就闯过这条件。那时候我还是读不得，我还是就读了个，奇怪，我还是找到姑娘了，我还是当老子了。哎呀，真好看清。晓得嘛，知识和智慧，你光有知识，还要有智慧，晓得不？是噻，俺两者想，兼容嘛。但是你现在嘛，能够娃儿闯到这儿好的条件嘛，就这儿好的条件呢。是呀呀，你慢慢算。我跟你谈过事情啊，不，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。哎，我没敢谈着，你就是反应的是，我别的真的是，说真的，说我十岁，我说我安点路点嘛。那噻，这门口随便你安，好贵多少的，安过嘛，差不多的。那是不止一个，最起码安几十个。你要造啥子噻？你要造？现在天气冷了，你晓得不嘛？而且黑黑的早，这些读书娃儿啊，这些像那时候我们读书，天都没黑，每天就出去读书，黑了回来，黑了都半夜了。我说我安个路灯嘛，把我们村上那条路到学校条路有几公里，我全部我们安个路灯。那好看的。你觉得？肯定要几十台路灯，你觉得要好多钱？你这个生意人家商量好的哦。哇，我别有意见。有啥子意见？嘿，我就安的是大路啊，在我们学校的大路，小公路你要当每家每户哈，小路你都安，哦，怕别的好不到跟老板儿爹就行了，是吧？咱都快买房子了嘛，咋咋子啊？而且本来就是个好事，我就怕婆婆追多了，到时候不讨好。第一个房子现在我们也住不到，你买的城头娃儿里现在弄小点你可以住不到，你早点买迟点买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你说的我确实也是好事，也许会变成坏事。再来跟电干的时候肯定要再弄到个窝窝，要打混凝土，很多有些人就不愿意干了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金疙瘩，对吧？只要你给我挖了，你占了一口一天都摘不到甜头。但是这种事情都是感觉它是造福全村人民，大家都受益的事情，我想可以做点思想工作也能做得通啊，是不是嘛？你不花钱直接就安在路边上了，多好啊，对不对嘛？我随便你，你自己考虑好，商量好。我晓得呀，这种事情我肯定的噻。就是两口子必须要好说好商量噻，没得你的支持的，咋？你少来，公园的，那你就抢过好好像我是个坏人了，我是。好人，你是好人。你同意这点，我就可以找我支持我，可以商量好。对的，但是你那么说，好像我是坏人，你是好人呢？你是好人，我初步估算了一下。
从学校到我们村上，在我们那边跳工的话，就是30公里，就30十站路点就搞定了，也用不到太多，晓得不嘛？然后还有就是，我们两个年轻人既然在农村创业嘛，肯定也要为我们家乡做点实事噻，对吧？那我这才能得到大家的支持了嘛，是不？去嘛。好，走了哈，我就别想我哈。刚刚在屋头跟陈老讲商量一下安度点的这个事情，其实上哈也不是那个突发奇想，都是我再三考虑了以后，然后才跟陈老姐谈的这个事情。因为哈，每天早上我一起来，我就看到一些学生哈，天没亮地没亮的就开始去学校，然后啊，黢黑了才从这门口过，才开始回家去。瞬间哈，我就想起那会儿想的是我们读书那会儿。就是整个手电筒一搭接，然后穿上筒筒鞋，冰蹦冰蹦的，那儿还是烂泥巴路，那种读书啊，真的是特别恼火。去学校回家都是半夜了，还做好作业，有的时候还烧会儿锅，还煮会儿饭，真的是。所以说，到现在我们也自己也长大了吧，也自己也在农村创业，也也想呢，尽自己的所能，为我们家乡呢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情。于是我们就想。在全村我们就安好一个路灯儿，把路灯儿安好了以后哈，照亮我们这些学生孩子他们给上学和回家的路，在路上哈，他们也能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到家，就那样子。现在我给我们村上给我们支书谈一下。